主料：野生鲫鱼300克，白萝卜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姜、葱。料酒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鲫鱼去鳞、内脏，洗干净控干水分。萝卜丝备用，放入鲫鱼两面都要煎一会，然后加水煮适量，按个人所好加。煮到鱼汤变成乳白色的即可。起锅了，味道相当的不错哦。烹饪技巧：鲫鱼很多细刺，在喂宝宝食用时要细心检查是否有鱼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